夏姐，你在吗？门没锁，进。你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顾南亭不知道吧？啊？他知道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哪能呢？千万不能让他知道，得瞒住了，不然我麻烦就大了。你把这个喝了，预防感冒的。这什么呀？这本地秘方。哎，快喝吧。有这么难喝吗？你吃。为了你好，你干了干了干，干了就好了。如果喝了这个，我好不了，我就拉黑你。南亭哥，杯子已经洗过了。啊，您不让我跟小姐说，小姐那边也不想让您知道下午的事儿，我就没说。都喝完了？都喝了。他还说太好喝了。啊，我先回去了。